大家好，我是锦瑜。秋冬系列的第三道菜是一道糖水，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莲池秋收。食材很简单，只需要准备莲子和莲藕。莲子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可以安神清热，补血养精。提前把干莲子泡一碗，如果是新鲜的莲子就不用泡。莲藕切片后泡盐水中，以防氧化变色。把莲藕、莲子、冰糖放入碗中，加适量水，放蒸箱蒸40分钟，没有蒸箱就用蒸锅。这是一道冷热都可以吃的糖水，莲子软烂，莲藕脆甜，糖水清甜可口，全家都可以喝。如果有糖桂花，可以再加一勺糖桂花，那就又添了一丝花香的甜美。我是锦瑜，谢谢大家的观看和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